昨天，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、江苏省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会负责人已经分别表示，愿意向广大的台湾同胞捐赠一批新冠疫苗，帮助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，协助他们加强防疫。我们对此表示支持，会积极予以协助，也希望台湾有关方面为这批疫苗尽快输台，扫除障碍。